程小时，这次地震是无法扭转的节点，你救不了他们，也扭转不了他们的命运。 阿姨，你等我一下，阿姨，您那儿别去，咱家等我回来啊。阿姨，你干嘛去这么晚了啊？你等等我，我得出去一趟。你等着我啊！哎，你现在又要去哪儿啊？告诉所有人，要地震了。你只是一个高二的学生，而且外面就要下雨了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话，在雨夜离开家的。那我也得试试。 八点，八点啊！八点之前我要是没回来，你就赶紧把没人那个跑。记住我说的话啊！八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八点之前我回来。八点啊！记住我说的话啊！你放手，等我回来啊！不过说他们都已经死了，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温暖善良的大活人。程小时，这种情况以后还会有很多。 这是你注定要学会承受的，而且就凭你的这些话，没有人会相信你的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想出来的时候跟我说。 打篮球能当饭吃吗？ 天天不着家，回来一身伤。回来，回来干啥？看你们打牌，有点事都咽吧。陆斌，你还跟我顶嘴，你给我打一顿你。陆斌，陆斌，陈潇，你咋来了？陆斌，快别送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二小姐，带着流氓带叔叔阿姨赶紧收拾，赶紧走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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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车队都埋了，快走，咱别在这说了，也奇怪、啊，快起来，快走了，来不及了。一天的，我家那条狗叫了。别玩了，别在这玩了，我家的狗也一样，特别的急，不知道是不是地震的前奏啊？对呀、啊，狗都是有灵性的，要不不打了吧？哎，等，回去。哎，几位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拜托一下，挨家挨户告诉一下，能通知几家通知几家，别在屋子里待着了，到安全的地方去，快去，路面那个。你到那个村广播站，快用那个喇叭告诉全镇上的人，赶紧撤离，别在家待着了。刘邦，你那个有没有叫什么扩音器？有，走，快！哎，我就是广播站的，不是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说的呀？对呀，你是不是听错了呀？不是，你们别管我从哪儿听来的，我没法跟你们解释清楚。再不走来不及了，快去吧，赶紧走吧，快走啊，你让我们撤离总要给个理由啊。没有理由，叔叔，我没骗你们。全让都撤了，那消息是假的，是谣传是怎么办呢？8点半，来，你们怎么说妈的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坐时间后回来的。你这小子地摊上的杂书看多了吧？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行，别闹了。地震？开什么玩笑？拿牌。行，别瞎闹了。我没胡说八道。你就是胡说八道，都他妈骗我！哎，继续。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找到。是不是？孩子，那小孩上那环子。哇，你别生气了。再不好，真来不及了。我没骗你，走，相信我，走，相信我，我去喊人了啊！走，走。哎，你还欠我一手哈。哎，好，行。哎，刚才谁出来呀？刚才被他一把。哎，地震那年你多大来着？12岁。现在回想起那时候。就跟昨天一样，历历在目。我还记得
地震第二天，我爸就带着车队去石阳镇当志愿者展开救援。他那时候拉了十几辆的帐篷和食品。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弟。他那时候那么点儿，抱了这么大一个方便面的箱子，坐在副驾驶上不肯下车，硬是要去。你弟还挺勇敢的。嗯。他当时哭着嚷着说，他也要尽一份力，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。但是我妈硬不让他去，他就哭着下车。反正当时遗憾了好一阵子。叔叔大娘，别在这聊了，掉地下了，别在这聊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赶紧离开这儿，越远越好啊，离开这儿。那个小伙子他说什么呢？说，哎呀，别在这聊了，一会儿就地震了，赶紧回去收拾东西，赶紧跑啊，赶紧跑！来不及疏散了，要下雨了。你现在把他们都喊出来，暴露在外面，面对泥石流的话会更加危险。不但救不了他们的命，又可能让另一批无辜的人丧命。程小石，你想清楚。我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？那我不能不管呀。我这个弟弟呢，看起来吊儿郎当的，其实他心里是有热乎劲儿的，从小就想当英雄。别回去，别回去！他想尽自己一份力，别收东西，别让世界变得更好。在外面待着，空的地方最安全呀！别回去，大娘，大娘，你是我的，你别进屋，在外面空的地方待着啊！别回去，在空的地方待着。你们怎么都不信我呀？为什么都不相信呀？地震了，怎么办呀，路过？他们都不相信我。小小，中吗？中吗？真来不及了，再不走真来不及了。你说你是十年后来的，那白天跟我说那些话的人是谁啊？陈兄，我那些话是我跟你说的。但是先别管这些了，先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真来不及了，你快走，你快赶紧走。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？跟你说不清楚，我跟你解释不清楚。萌萌，你在干嘛呢？你爸，萌萌，你爸，你爸不是在市里等你呢吗？你快，你快带着阿姨。还要跟你哥赶紧到你爸那儿去找他，到他那儿避一避，快去！妈走，走走，啊！妈，咱走，咱走啊，走！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背着我跟那个没良心的联系了？说话！妈，我还没有决定。决定什么？你还真想去市里？你要想跟那个没良心的混蛋？你就别惹我这个妈！妈妈，哪公开亲内裤？不是阿姨，刘萌，你赶紧去了，去市里去找你爸。陈潇，我这话只告诉过你一个人，你为什么当着我妈的面说出来啊？我不知道。再说了，我上个月告诉过你的。今天下午跟我说过的话是真的吗？刘妈，我认真跟你说，我今天下午跟你说那些话，字字句句都是真心话。所有的话，如果今天我不跟你说出来，是未来我会遗憾十年，甚至更久。我发誓。
定，我相信。真的快地震了，真的快地震了！地震的时候你肯定是被谁骗了，别折腾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流氓，流氓，流氓，流氓！陈老师，别白费力气了。这种无凭无据的话，凭什么让别人相信呢？这事你别管了，陆华。全体村民请注意！全体村民注意了，8点半就要地震了，赶紧离开家，找宽敞的地，赶紧离开。赶紧离开家，找宽敞的地方来吧。